哦，快来不及了，赶快前往主舞台。起来，人气非常高。要不要讲哪？只赶上世贸，后面他们都来很多次了，对，对，台北世贸也很熟。哎，十九岁のすみれです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好，我们的这个すみれちゃん，我们的すみれちゃん。はい、みんなの一番欲しい、見つけた、キラキラ輝く高校一年生十六歳のキラリです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耶！还有我们非常闪亮、キラキラのキラリちゃん。讲一起来去了，喜欢的地方一定是非常非常有趣的啊！哎，好，这个雷神索罗吗？乞丐吗？乞丐吗？哎，你不用上班的吗？更重要的，要让休假休假，青春活力他们的。ITF 国际旅展2017，我现在在台北世贸一馆里面。ITF 是台湾一年度最大的旅展。今天五月我拍一部叫《去旅展当演唱会在跑》的影片。五月份那时候的旅展是 TTE， 五月份那时候旅展是 TTE， 应该是台湾第二大规模的旅展。时间现在过得很快，十月底了，要到全台湾最大的旅展。我那时候就有提到说，按照惯例 ，ITF 这个旅展都会很精彩。这次跟五月那时候一样。投机奥托妹女主狗又来，然后刚看完今天草莓少女25的主舞台，刚来的时候有点赶，然后还有直中良的舞台活动，总和一下就是旅展的每日三大目标，就是投机奥托妹女主狗、直中良、Candy Star 这三台每天都有在各自的摊位表演，大家可以到 ITF 官网上面收看一下主舞台的舞台活动时间，所以就是对一下他们各自的舞台时间活动表，还有主舞台的舞台时间活动表，然后交叉对一下，就知道该怎么跑了。哎，你们是不是很好奇，我脸上还有手上那个伤，是不是被打勾警察打而造成的呢？才不是嘞。至于为什么会受伤呢？原因实在太蠢，就不想提了。自动办。
到结尾，爱你，战斗，花月，黑松子。かわす指に苦情を背負うこの好きのパワー。好好好，谢谢谢谢站长，谢谢站员哈，没错。给我带过来。空灵鸡蛙，空灵鸡蛙。香蕉冰一只50块，试试看。索罗，你觉得这个棒子怎么样？算好硬。这是在台湾下至2-35，3、2、1，北回归线一定要喝的是什么？加油！你们都希望，我也希望，爱苏丹不特别的第五个。这都是传说中的大胃王女王吗？看起来超级瘦的。上看有时候会没注意到，我就稍微跟大家提醒一下。
十三号出口进来，右边这边还有一区日本摊位，之前大部分都集中在一楼或是三楼那边，或是第一次集中在很奇怪的角落。因为从地图上看，有时候还没注意到，就稍微跟大家提醒一下。大家要跟唐姐打招呼的时候，要跟他说“东陪”，然后跟我说一次“东陪”，跟我说一次“东陪”。我看哪边有声音哈，“东陪”，“东陪”，“东陪”。哇，我是这个声音特别大声，谢谢。然后还有可爱的女子团体 Candy Star 也在现场，那待会要为 Candy Star 还有我们的可爱的唐姐儿要为我们带来精彩的劲歌热舞，劲歌热舞。那劲歌热舞。巧克力要送给大家，好，那我们就把现场的舞台交给我们的卡尼萨，你的巧克力，雷神，企鹅喽，限定口味，黄豆粉。ITF 第一天就结束了，所以你只要把各个表演者的舞台时间都记起来，你一整天活动下来就很充实。然后这是我今天去拿的赠品。舞台活动跟舞台活动之间应该都会有一些空档，我有空档的时候可以去逛一下其他摊位，可以拿一些免费的赠品，有些饼干、零食那些的还不错。这次头七欧头妹有点比较可惜，就是他们表演完。这次没有在做和大合照的活动，有一点点小遗憾的。然后或许今天是平日的关系，所以大部分的欧他都没有过，只有少数几个在喊，就变得有点冷清。不过我是不会 care 这个的，就算只有一个人在喊，我也是可以喊得很开心。不过我还是很感谢可乐旅哦，每年两次鱼展都请斗鸡有偷没来，若一天四个舞台，每天都两首或是三首歌的话，一天下来至少有十首歌，然后再算上其他团体加一加，一整天下来至少可以听到二十首歌以上吧。然后有的玩又有的吃，根本超划算的。